比我腿还要长。会咬人的鱼你们钓过吗？我在江西找到这个钓场，听说这种鱼只要有它的地方，水里的鱼几乎全部被吃光。我们现在去找老板看这鱼怎么钓。嘿，老板，在这儿钓鱼收费吗？这么大钓场开起来还不收费啊？我们开玩笑的，我们想钓这个水中老虎，可以钓吗？你说的是赶鱼吧？啊，对，就是那个老凶猛了那个。就你这身板钓不起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好大鱼都钓过。人家被拉下去了会。不会的，我好多安全措施呢。你就是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钓吧。就你。我想试一试，别看我瘦，全是肌肉。如果你想钓的话，1000块钱一个小时吧。1000块钱一个小时啊？啊，这么贵啊！我就是想试一试，玩一玩。如果你能钓上来哈，我把钱退给你。真的？就你这小鱼钓不起来。那可以，一言为定，不能反悔的。把钱退给我。如果你钓不起来。啊，在我这里做鱼桶，你准备给我留这儿是吗？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去准备东西，好，一会儿见。我早就听说这鱼个体不大，但是力气超级大。我现在去准备东西，咱们去试一试，看能不能钓上来。3、2、1，走你。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。我不管了。哇，这吃了没吃？是被吃了！我天哪，是真的是吃了。这么大的鱼都吃，这么大胆的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一下，钩给我拉直了，我这么大的钩子，钩给我拉直了，我的妈嘞！我要换一个大钩子继续走。现在我绑了一个通钩，直接钓它。这鱼太恐怖了。钓上来了，这鱼好恐怖啊。哇，吃了。哇，天哪，哇，秒中，有没有什么鱼这么凶猛？哇哇，天哪，听着腰震的声音。哇，天哪，能不能弄上来？什么鱼这么大劲儿？哇，哇，天哪，我真的好慌呀，我还没有钓鱼这么紧张过呢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哇哇，听这声音太刺激了。哇塞，看到鱼了吗？马上要上来了，来再呛一口。哇塞，上来了。这是什么鱼？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鱼的？天哪，太好看了！这种鱼正口，看到没？吃嘴里了。他把我的鱼已经吃掉了，我的饵都没了。哇，看一看，看，比我腿还要长这条鱼！天哪，太凶猛了吧！太过瘾了，兄弟们！啊，太凶猛了，一条鱼得20多斤吧？哇，天哪！给他放回去吧。遇到粉丝来找我合影了。那我们继续搂他。3、2、1。啊，天哪，出口。哇哇哇，什么鱼？我天哪，要拔河了。妈妈，多塞。爷，这次不能跑了，回来！我的天哪，这是鸟中鱼吗？扔鱼嘴里了吗？哇啊！我都不能呼吸了，好累啊！钓这个，上来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啊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来，看看能不能解锁我人生中又一个新品种。哇，来，好，看是不是出来了。哇，天哪，好大呀，这条鱼这么长。哇塞，哇，好大呀，这条鱼。大哥，这得有多少斤？哎哎，这有多少斤？20斤左右。我的妈嘞，跟我腿一样长，我1米8的腿，这条鱼得1米2了。我的天哪，看一下里边，
看里面它的鳃，鳃里面全部都是尖尖的刺，这万一要是人掉下去，还不直接给我咬碎了呀？哇塞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，兄弟！谁想来挑战一下水中老虎？巨物转！我的天哪！好了，我们不要了，给它放生吧。这条鱼毕竟很宝贵，我们让它放回去吧，让它继续生长，长到100斤，我们再来钓它。回去吧，兄弟。老板，我钓完了，不钓了。那个退票吧。退票？啊，你不说的吗？钓上来就退票。这个钱没有了。啊！我刚给你的钱，钱呢？钱被我老婆拿去了。被你老婆拿去了？那我这咋整啊？我这鱼也给你放了。吃个瓜。我不吃瓜，那你说咋整啊？嗯，要不今天再钓一个小时。明天再钓一个小时、嗯？那你不能扯皮，不能赖账的啊。这个不会。不会啊？那明天你还在这等我，我还过来找你。好，行，那你去吧。真的还是假的？